好多人会好失望，为什么你可以来我家，他们不可以？因为呢，因为你锲而不舍，因为你很烦，因为你一直告诉我你有空，因为你一直说你要来。我就是卖牙糖，我要黏着孙总。黏着有什么用？我那个背后领啊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人家摆脱不了我。跟你讲说，你长得这个样子就不是偶像，给你一个卧底的称号，也买衣服给你的，也买鞋子给你的，也买裤子给你的，就是不用，一直以为自己是偶像。因为我打算等到哪一天我正式演出，我就要穿上去。不用邀请孙总来看。不用，你说不用怎样？我不会去看。我不管，我还是要跟你说。我不会去了解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会强迫你知道，我会寄信不用到你家跟你说。谢谢你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信箱。邮差不会见到我。跟你经纪人说，我经纪人不会理你。我在你家门口堵你。你只能在楼下堵。对，你就都不要出门。我车直接就走了。那我就拦车。你拦车干嘛？我要让你来看我的演出。击鼓鸣冤啊！对对对，击孙总的头，叫你来看演出。本名叫什么？我本名叫庄凯杰。再见。